很紧张。初月，我回来了，开心吧？嗯，绝不原谅你。我知道，我以后不会再让你担心了。相信我，韩宁章，你回来啦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让你担心了。谁担心你了？你想多了。你为什么睡我这儿啊？本来我是想去睡沙发的，可我一过来你就把我拉到床上，不让我走。